好，现在我们来多争点战力啊！现在我们突破个40万，先把猴子给他吃一下啊，就没了，一张卡加了1600战力，贼恶心。下面把这些所有的都觉醒一下，这个升起来贼爽，大家看着，你看，哎，跳过呀，这些东西都升完之后会有个很好的东西，就是图鉴可以加战力，概率能不能提高点？就是如果概率提高的话，我现在卡就满了。你像我猴子，我就差一点嘛，就差四张了。如果概率只要稍微高一点，我猴子就满了，那这游戏赚的钱就少了呀。本来我猴子肯定会满的，早满一点的话，我就充值就少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游戏才不考虑你们白嫖玩家的感受呢，它主要考虑的是氪金玩家那儿能不能从他那儿多赚点钱出来。吃完了，只剩三个碎片了，三个碎片不行，他要一次要60张碎片才行。本来以为是个不氪金的游戏是吧？啊，这种游戏那么多钱投进去啊，他怎么样赚钱呢？对吧？还是最终还是要靠玩家氪金，那大家都想白嫖，其实就赚不着钱。现在这个充钱的人没有以前多了，经济不太行了，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所以他更要薅那些能充钱的人，就是这个道理，非常简单。所以以前我们经常说什么什么游戏，它上线要充个5万10万才就说差不多拉满，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赚那些有钱的人的钱，休息凉得快，那肯定。但是他为了不让自己凉得快，他也做了一些设计的。画质什么就是也是别具风骨，再加一个这个 IP 对吧，因为这个星际比如说8月2号他又出一个这个动漫的电影对吧，又出一番，到时候可能又有流量，就又有一波人进来对吧，然后呢再加上这游戏不是有个竞技场吗，这个竞技场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能够留住一些人嘛，培养培养。来，三藏大法师，三藏居然是雷贯强，这个脸这个下巴、哦、我的天好强，然后怎么穿的是日本人的鞋子，这里面他们三个可以压着猴子打的呀。哎呀，但是要是三藏是最强的，你愿意抽他吗？你不愿意，大家都觉得孙悟空强，三藏很弱，但是他可能内心那种意志是很坚韧的，但是那个东西在游戏里面这个就不太行，想不充钱好说，不玩游戏就行了对吧，这些游戏公司也没有说强迫你充值，反正 不行就别玩，我们也不会说让你哎呀赶紧来玩吧是吧，不会这样说的。三藏测试的时候是 S 级挺强的是吧，好啊，测试都是 S 级还拉飞了呀，还不消了呀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三藏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他是个全师对吧，全师你一个近战，别的近战他有武器手还长一些，你没有武器你怎么搞，你很困难的，风沙秘法这些小龙啊，多练一练，到时候你如数家珍是吧。现在我们这个好多事情做，我现在都没有来得及去研究这些东西怎么去打，反正给的福利很高是吧，据说这个游戏骗了很多人，之前打广告的时候进来就送100抽对吧，人家做广告就是没有下线的，就是随便说白骗进来了当猪杀，就骗你进来，他们可能游戏方和做视频的人不是一波人，他们做视频的人可能不是这样宣传的，但是就是他们做游戏的人不会宣传说进游戏送100抽嘛，看这个公告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做视频的人就不要脸，他就是为了把大家骗进来，反正骗进来的人越多做视频的人赚的越多嘛，就这么回事，所以呢就有人想说哎我怎么把玩家骗进来对吧，那我就说进来就送100抽是吧，所以就给这个游戏反而招致了一些恶评，你宣传是可以的但是不真实，叫进来的人也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，这个游戏我觉得没搞好，图去玩帅土很好玩，帅土是很强，但我们应该不玩，就是那个 SLG 的游戏不像这种快餐游戏充值啊贼爽，他那个游戏一玩要每天都要干4-5个小时的，这个游戏我每天充值充一个小时两小时结束了，绝对不会说更多了，那个游戏一天到晚都有事情做，那个东西你告诉我怎么做视频， SLG 很难做视频的，我那次那个战火勋章就是因为我觉得哎呀我玩的还行，充了一些钱，我觉得要做一做好像也可以，我靠，这400多张，技能升好多，我的天，这姐姐腿还是漂亮的，就是为什么这个裤子都不穿呢，他就穿了衣服没有穿裤子，牛掰，100也是一个 S 英雄不是吧，反正对吧，100抽也是差不多一个 S 英雄，20抽也是一个 S 英雄是吧，嗯，这么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一个色图一个色龙，哎呀，我们主直播间我们直播间主打一个特色是吧，人家穿着短裤没穿着一个安全裤的，什么安全裤，哪个是安全裤，那这不是安全裤吗，不是，这个是泳衣，哪有泳衣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，你没有去游泳馆看过女孩子吗，对吧，升起来，昨天我不想升这个因为我觉得太耽误时间了，神仙道也是充钱无敌的，神仙道就是那个金河他家的，就同样一个游戏公司，我是玩金河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连出两个游戏，他真的很牛掰，现在加的什么都是这个英雄本身的战力，综合战力要等一等，红福多姿燃
这些东西都要去设计的。你要做一个游戏策划，你这些东西怎么样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技能，对吧？它肯定都有特色的，也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平衡，你就要抓紧研究出它不平衡的地方，然后就是打架怎么样拿榜一，这样就有意思了。要疯了是吧？让你发疯发狂是吧？哎呀，我们太有魅力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们特色主播嘛，理解一下。我们开车比起人家大主播来说，开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人家开车杀人于无形，对吧？我呢，我连个黑丝都不能给你们穿，我真是太失败了。画质有点拉是吧？我觉得无所谓，因为你真的进去看的话还行，我就模拟器玩的。不行，你找一个好的电脑，开个 4K 分辨率应该要好一些。下周出炉来吗？他们说已经有了，但是我不清楚，待会儿我们看一眼呗。不着急的，小事。玩奥奇是吧？奥奇就是奥特曼嘛，但是那个游戏我们玩过一次，就暂时不搞了。呀，出那个了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先等等。小伦更失败，这么大没有你一个女朋友是吧？小伦可以介绍一下吗？可以的，下载之后可以玩几个比较推荐的游戏，一个是武魂觉醒，一个是 H5， 还有一个是少年三国之二，还有一个是浮生妖怪卷，这几个是我比较喜欢玩的。其实我之前还喜欢玩那个什么谁是大亨，谁是首富和明日大亨这两个游戏。大圣买了吗？差四张卡。哦，反正这个东西看着很帅，以前都没有啊。素一，好，看到是什么胖子了吗？没有看到，算了。如来果然是有的，这是生存，主打生存的，不太行。这范围呢，控制呢，控制不太行。有没有？哦，你看这个家伙控制很强，输出也很顶，他应该是打架超级猛，对吧？火影忍者不一定适合，就是适合我们，但是我们做不起来，因为我们技术不行呀。那个需要技术的敖灵，哇，找一下，领取。就是又是要完成特训什么的，我们不搞。奇谭，这里能升很多级的，来激活，再升级，但是这加的好像有点少啊，才加900对吧？要一个一个升，加90，加120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不用出去了。哇，这个升很快啊，40万战力，哇，4500，这个加的还是多的呀，又加2700啊，那么强，我靠，这个战力加的好强啊。又加1800，哇，这升一级加1800了，但是升一级也好难啊，39.9万，把这几个币弄完40万，妥妥的。有人要是第一天弄38万，那是真的很强。他这游戏要求3天到80万，这有点扯，垃圾游戏。升完了呀，35级，再加1800，3600，我靠，这时你还跳出来了？不管他跳不跳出来，他跳的多我就给他。你先 AK 你一下。哦，好，跳的多的话我就给他嘎了。就加经验的，加英雄经验，这东西倒是挺多的，只不过我给其他加其实没有作用，加很多的话没什么作用的。这是有个 A 的，激活一下天女余音，然后就没了呀。这个升级它啊，这个没有升级，是共鸣2阶3阶，呀不太行。如来，如来这样子的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战力已经40万了，所以昨天其实就可以升很多，我们昨天可以升到36-37万每日历程，赶紧让我升到30级，今天肯定可以升到30级吧。应该没啥问题。好，这儿很爽，很划算，这种限时全都买，全都买。以后哪怕我去望族那号连播这游戏，我也买啊。行走你也给的东西领取一下，这个不怎么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排行榜，31万，差了10万，就这个宝物还可以啊。其他的排行榜我们先等等再看，我们先做该做的吧。好，30级了，行者先升到30级。然后点一下破啊，这个东西又有很多了，破可点出来了，破升一级伤害增加 ，nice， 没关系，往上走了，这边点满哦，这边也要点满，好，没有了，30级刚好点满两个，懂了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升级了呀，主要是一样突破，哇，突破一次加那么多，又加3000吗？不是吧，这就加了12000，加15000。突破就加了3000，哦，这是这个东西加了，你刚才加3000没有错，它是显示了两遍，一个是这个本身，哇，这个升级加了好多战力啊！你看氪级300，这个可以升了呀。哦，这个不够，因为把这边点了吗？好像是，没关系，然后先把这个培养一下，这东西都好强，就怕这个东西不够呀。好像差不多够了，但差了一点点，说实在的还是差了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可以合成一下，一半，要是可以买就好了，
好，这个差了一点点，我们就先等等，我们现在要去培养神石的这个材料，归元又可以升三下，加1800，哇，那是一个大的，45万了，45万，我们把 S 的都升一下，没有金色的呀，金色的它会有的，这还有一个，但是还是有很多，你看这是直接加到30级，后面几个 S 就没有了，做主线吧，再来打一次，这个东西多打打呗，我们先拿个第一，手镯四段了，你看我们已经排名第一了，各位排行榜看一下是不是比他高一点，第二名是30万，可以了，我们已经第一了，别人要超过我们几乎不可能，英雄挑战的话下来我们慢慢刷16秒，拿他一个17，就这个东西必须要打的，下面的东西领取一下，金玉阅历值160，最后爽的一个东西了，每周任务和成就领取，哇，今天晚上我们就不直播了，下来可能帮会的一个东西要去研究一下是怎么回事的，哇，这个好多，这也太爽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如果做成一件领取的话，其实差其实有很大的那种差别的感觉，就不爽了，但这种就很爽，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今天就先到这了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拜了。